I don't want to waste food. Yeah. Let's put the heat. Okay. Moving house, huh? Yeah, moving house to 24. Yeah. You want to say hi to my video? Hi, how are you? Good. Yeah, I'm vlogging, you know, yeah. It's like funny. How many days staying here? 10 days. 10 days? Yes. For your quarantine or what? No, I'm not quarantined. Oh, I'm traveling. Your company pay for you? Nope. Nope. I'm not working here. Oh, okay. This is your sweet room. Okay. You get a big room, no? Yes, but it's not club floor. Yeah, it's under club. Is it? Yeah? Yeah, under club. Okay, good. Okay. Nice. Whoa. It's a big room, is it? Yeah. It's big room, yeah. But I can feel it's old. See? Yeah, but it's old, I know. It's okay. Fine. If there's no better choice. Yeah, it's great. 好了，我现在已经把东西都放好了。 那么这个房间确实是挺大的，那种套房，干那个是卧室，然后这是我的客厅。哎呀，这太浪费了哦，真是的，一个人住这么大的，不过呢，这个房间可以感觉到是有点老的，不像上面那个可能是新装修的。好了，那么我想要收拾一下东西。 现在火车上面啊，来了来了，盒饭十块一盒，十块一盒，盒饭了十块一盒。好，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提供的十块钱的盒饭是什么样子的。刚有 cappuccino 咖啡、果汁、茶、水果 cereal， 酸奶，然后这边可颂面包。 碗汤米、云吞面，然后还有这边鸡蛋 omelette， 然后蘑菇、培根、火腿，还有一些小西红柿。好了，大家觉得我这个盒饭卖的比火车上面的怎么样啊？所以快点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这么便宜廉价的盒饭，现在就我一个人享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大家快点来吃啊！那么今天是2020年的6月23号，今天下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刚刚做了演讲，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外籍游客啊，也跟着凑一下热闹，喝个小酒，庆祝一下。那么现在看，这就是我的窗景。 下面就是Orchard Road 乌节路，现在已经华灯初上了啊，然后景色非常的不错，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的窗景。其实那就是 Istana， 就是他们的总管官邸那一带。那么刚才的演讲呢，就是在那个地方进行的，应该看看这个云层多么的厚。 今天就是2020年的6月29号了，我在身后这个超级大的房间已经住了将近一个礼拜了。那么明天呢，我就要离开这个酒店了，所以在离开前的一天，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住的地方。那么从这里开始吧，门口，每天我吃完东西呢，就会把这个手推车推到门口，然后那个服务员就会拿回去。然后这就是我的房间，我被升级了以后呢，是住到20楼，2026房。 进来看一下。进入这个房间以后呢，我就用第一视角给大家拍了。那么进门以后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客用的卫生间，虽然这个卫生间不是很大呢，但是基本上也满足了大家的基本需求了。然后就是走廊的正前方就有一个茶水台，那么这个茶水台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烧水壶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是特别不一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然后是一升的水容量。然后呢，就是酒店每天都会提供给大家 TWG 的这个茶叶包，这个是很贵的哦，名牌的茶叶啊。然后就是这个酒店的瓶装水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酒店瓶装水之一了，500毫升，然后瓶子非常的结实，所以我很喜欢。那么在这个茶水台的下面呢，就是它的冰箱。这个冰箱呢，其实体积不是很大，装不了太多东西，不过制冷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有点乱，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那么好了，现在在屋子的左边就是我的会客厅，其实就是客厅。那么在这个茶水台的右边就是我的卧室，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现在先从卧室开始看起吧。噔噔噔噔，然后进卧室的最右手边呢，就是我的洗手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洗手间呢是非常的大的，然后有晒衣绳，然后这个窗户呢是打不开的，只能说从窗户后面的卧室的窗台可以有光照进来，然后有个浴缸，然后这个浴缸不会很大，但是一个人绝对是够了。然后呢，就有它这个按摩的这种淋浴，然后边上可以喷水喷出来，然后这个淋浴的水呢也非常不错，然后这个水流可以调节的非常的好，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吐槽的。然后就是它这个洗漱台啊，盥洗台也非常不错。然后这里的用品呢，我都体验了一下，试验了一下，整体来说其实都是不错的。是牙刷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高露洁的那牙膏，然后都还不错。然后它的这个这些淋浴用品啊，洗发液、洗澡液，然后还有那个怎么说，润肤膏，我觉得都非常不错，给他点赞，这个没有抱怨的地方，只有点赞的。然后呢，就这个洗手间其实也不错。它这个唯一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洗手间，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它冲马桶是这样按进去的，而且要有很用力按进去，然后水流是很大的，不过就是很短暂，因为很强大，所以很短暂，所以不知道。主要就是这个按的有点别扭，我觉得有点浪费，因为不管是大手小手，你都是大水，所以不像有些地方是有区别的啊。就有点，所以有点浪费，不过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然后浴巾呢，它基本上提供三条，1、2、3，然后浴袍什么的都是很完美的了，我没有什么抱怨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再点一次赞。好，我们现在进入卧室，然后在这左手边呢就是衣橱，因为我订的是俱乐部房，所以他们每天给我两件洗衣服的权利，免费的，不是免费的，再说一遍，是含在内的，所以然后每天都会来收，然后每天都会送回来给我。然后衣架呢，在这个房间是有点 low 了一点的那种旧衣架，不过我没有什么抱怨的，有总比没有好。然后这是它的柜子的另一侧，看它都有熨斗，然后熨板，然后拖鞋，保险柜在这里抬不走的。然后这个拖鞋我要说一下，非常的不错，我就用我脚上的展示给大家，它这个拖鞋的质量非常的好，所以我准备走的时候给他拿一个，跟他当做纪念品。好好的，然后什么，哦，这里有个镜子，大家好，露个脸继续。然后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我的卧室，在卧室的边上呢，这里就是一个放行李的台子，其实大家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应该看到这个景了啊。然后电视，这个酒店的电视非常不错，频道是我住的新加坡里面的酒店里面频道非常多的之一，除了 Ritz Carlton 就是这个酒店了。那么然后这是工作台啊，或者写字台，所以很大，我都摆不满，你看，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摆设上面感觉出来这个桌子有多大。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房间我要吐槽的就是他们的插座非常的别扭，因为它只有这种插头啊，所以你必须要转换器，而且只有在这里有，床头没有，所以你要充电只能放到这个书桌台上充电。但是呢，每样事情都两面性，这样你就不能在床上面插电玩手机，然后该睡觉看书看书，该睡觉睡觉，在这里呢就专心工作，但只是有点麻烦别扭啊。那么这个台灯都不错，然后吹风机也非常的不错，风筒。然后就是这个房间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大家可以从我这个
镜头里面感觉得出来吧，非常的大。然后这就是景，这个房间的景没有太好的景吧，我觉得就是城市的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钢筋混凝土了。然后呢，这个酒店其实是有两栋楼，一栋是在那里叫 Man Tower， 一栋就是我现在待的位置，这个是面对乌节路的，大家可以从这个看到它的酒店名字 Mandarin Orchard， 文华，乌节路。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大家可以从我这个镜头里面看到这个躺椅，这个躺椅实在太舒服了，我准备给它一个特写。这个躺椅呢，你坐下去以后就可以躺下去，然后非常的舒适，可以调整不同的角度，适应你。好的，再看看这个床，这个床也是很大的，非常的舒服，床跟枕头都是超级完美的，我挑不出毛病，而且床上用品非常的干净整洁，很新很舒服，没有什么抱怨的，只有赞美。然后抱怨的开始了，还是先前那个问题，没有插座啊，所以很讨厌。然后呢，电话是随便打的，在这个酒店打室内国内是随便的啊。然后就是它这个床头的这个控制器，我个人觉得有点别扭，因为不太灵活有时候，而且这个灯有点复杂，你床头灯、走廊灯什么的。但是它有这个闹铃的功能，然后空调可以在这里控制，然后比如打扫卫生啊，以及那个就是免打扰这些键都有，只是按键有点不灵啊，它这个是塑料的，所以感觉有点便宜货的那种感觉，不过都是小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景，那里呢就是洗手间的那块玻璃啊，但是看不到里面的，只能感受到从里面的灯光照出来，但是是看不到里面的，很隐私的哦。好的，这个房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哦，对，这个电视我刚才没有说完，这个电视是有上网功能，就是上网听网络音乐功能的，收音机现在我放的就是收音机，所以它有收音功能，但是不能上网。那么关于这个电视呢，我其实有一点要吐槽的，就是它是装在这种老式电视机柜里面的，然后本身电视机的屏幕不是很大，另外这个房间实在太大了，所以呢这个电视离床的位置就特别的远，那么对于像我这种近视眼来说就看不清楚电视机的画面。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会客厅。噔噔噔噔，大家是不是又被我这个会客厅惊艳到了？其实我叫它会客厅，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工作间来说。那么，原来那个餐桌呢是在这个位置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景可以看，所以我把它人工的移动到了窗台那里，所以非常不错。那么这里呢，就当是我跳绳的地方了，我每天也会在这里跳跳绳，或者在那里跳跳绳。总之这个房间实在太大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工作台，也不错，也很大，但是这个插座也是一样的道理，老的，而且需要转换器，而且太少了。那么这个电视可以换不同的角度，因为所以你可以移动这个转盘。好的，然后就是什么呢，沙发，这个沙发也非常不错，很宽很长，然后坐得很舒服很软，但是就是也是有点老了吧，所以它有一些污垢，不过我相信他们是整理过消毒过的吧。然后就是这个桌子很搞笑，因为它已经把它定在那个地上了，移动不了，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放杯子的这种柜子，但是不是自己的居家，所以我也不会把东西都放在那里，然后那是我前两天喝的东西，我放在那还没有被收走。好的，这个非常大吧。然后呢就看看我们这个景，哦对了，这个是一个连通房，其实如果说你可能再订大一点的，可能就他们把这个门打开，那边又是一个房间，对吧，是一个连通房了。所以但是同样的道理，为了安全，我晚上睡觉我都会把东西放到我卧室里面，然后锁卧室的那个门，这样
You never know 嘛，对吧？你从来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为了安全。好的，这就是我刚才喝的下午茶，有点乱啊，可能。然后下午茶一般桌子送过来，然后我就坐在这里吃东西、喝东西，然后欣赏窗户外面的美景。那么今天呢，是我在这个宾馆待的最后一个完整的一天。然后这个下午呢，天气非常的不错，你看这个蓝天白云，这个云特别的精彩、漂亮。那么我的窗景呢，其实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都有拍到过。看这一片树林这一带呢，就是他们的总统府、总统官邸伊斯塔纳。然后再往前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那个圆形的穹顶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他们的体育场，在加冷那边。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之前我拍过的那个百威大厦，那个 Park View Hotel， 就是有只黄鹤的那个地方。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得到那个森林大厦，都在那一片。另外呢，它这个游泳池也不是很大的。及时行乐啊！这是我在这个宾馆这个房间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所以今天点了几杯酒，然后还有我很喜欢这个奶酪拼盘烤肉，我们赶快享受美食、美酒还有美景吧。说啊，这个酒店的这栋楼呢，在70年代就在乌节路这里落成了。那么有些年头了，我第一个晚上住的那个房间特别的吵，因为楼上在装修。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原来这一个酒店到明年底的时候，大概就会变成希尔顿酒店了。所以也许我就是这个酒店的最后一批客人了，可能。满满的历史感啊！好吧，这是我在这个酒店最后一个晚上了，所以干杯，祝愿这个酒店一切顺利。我在这里的10天，我的印象啊，就是吃吃吃。顺便看看新加坡的景，唯一的遗憾就是现在新加坡的夜景灯亮的比较少。老天爷善待了我这么些日子，我千万不能浪费啊！我桌上面的东西全吃得干干净净的喽。浪费折服，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好的，晚安。
走了。那么这个酒店呢，我也不评价它了，反正也要关门了，对吧？所以走。好了，拜拜，再见乌节路上面的这一个宾馆。